大家好。在谈今天的国际新闻之前呢，先讲一点今天美国刚刚发生的一起枪击案。那么是在马里兰州，在一家报社。那么现在的报道呢，是至少有五人死亡。那么在前天呢，美国有一则报道，说一个小孩在家的沙发上看到了一支手枪，然后拿起来就射。就是说，这个美国这个枪击和枪支管制，确实到了一个已经非管不可的程度。所以呢，我觉得今天马里兰的枪击事件和这个前几天那个小朋友在家里看到手枪射击这样事件联系起来，可以看到美国枪支管制的这样一个严重性。那么这个本周国际新闻方面呢？这个欧洲呢是比较值得关注的。一个呢就是英国女王签署了这个同意英国脱离欧盟的这样一个叫做命令也好，或者叫做一个皇家的一种决定也好。那么这样呢，这个就使得这个英国脱离欧盟成为不可一种逆转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在英国脱离欧盟期间呢，那已经造成了欧盟很大的损失。那么英国脱离欧盟以后，欧洲国家或者欧盟将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这个呢真是很难讲。当然了，这个英国脱离欧盟呢也不是那么简单，大概需要得花上几年的时间。那么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英国和欧盟之间呢就开始这种协商也好，或者解决也好，这个英国脱离欧盟的这个一些相关事务。那么另外一件事呢，是欧盟在28号、29号要召开峰会。那么它欧盟面临的两大问题，一个就是它的欧元，再一个呢是难民问题。那难民问题呢已经是非常突出了。这个我们知道，美国这个墨西哥边境，美墨边境之间的难民问题呢，让这个特朗普政府呢很头疼。但实际上，欧洲的难民问题呢更严重。那么很多来自于中东战乱地区的国家，这些这个难民通过这个地中海，这个进入到欧洲，比如说在希腊，在这个意大利，这样一些地中海这个沿岸的国家这个登陆。那由于这个现在欧盟这个峰会的负责人呢是德国总理默克尔，那很多这个欧盟的国家呢都批评默克尔在这个难民的问题上呢政策比较这个。柔软，或者是比较这个宽松。那么这些难民到欧洲以后呢，确实给欧洲国家在这个社会，在这个经济上造成了一定的麻烦，比如说犯罪率增高，等等。那么很多欧盟国家呢，要求这个默克尔呢，就是说要采取一个严厉的态度。当然了，包括德国国内，这个有很多人也批评这个默克尔。所以呢，这个28号、29号的欧盟峰会如何解决这个欧洲难民的问题，就是说对于这个默克尔未来的这个政治前途呢，是有一定影响。当然了，这个欧洲难民的问题呢，它的影响程度可能要远比这个美墨边境上这些偷渡客呢对世界的影响呢，要大。因为毕竟这个欧洲各国呢，这个对于难民问题呢已经是非常头疼了，所以这个欧洲难民呢是非常值得关注。那么在美国方面呢，一个就是说美墨边境，就是所谓的这种非法移民的孩子和他的家庭团聚问题。那么昨天这个圣地亚哥一个联邦法官在裁决一起诉讼案当中呢，已经下达命令，要求非法移民的子女和他们的父母必须在30天之内团聚。如果这个非法移民的子女是在5岁以下，那么要求14天团聚。其实联邦法官下这个命令呢，和特朗普政府希望这些非法移民和他们的子女团聚呢，大体上是一个意思。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怎么实施这件事儿。按照这个以往的惯例，这个美国移民局在处理这个一个非法移民的案子，需要的周期大约在700多天。那么如果这个非法移民他这个案子不处理，那如何让他的孩子和他的父母团聚，怎么操作这件事儿，这是一个实际问题。也就是说，这个非法移民
在他的案子没结之前，你给他关在哪儿？那你让他的孩子和他团聚，那他的孩子能和这个他的父母一起待在联邦监狱吗？不大可能。所以呢，在具体操作上，这个确实是个难点。当然了，这个有关这个强行的把这个非法移民的父母和他们的孩子分开这样一件事呢，已经引起这个美国社会，非常这个强烈的关注，都一致指责呢，这是一件不人道的事情。只是呢，具体操作上，那需要一些这个实际的步骤。这个呢，就是看移民局这样一种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力度。那么昨天呢，这个美国这个共和党提出的一项这个有关于针对非法移民这样一项这个一个提案呢，在国会遭到了否决。所以呢，这个可能呢，这个非法移民以及非法移民子女的问题呢，要成为这个美国中期选举，也就是十月份选举时的一个这个非常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议题吧。另外呢，就是关于美中的贸易摩擦或者叫贸易战。那么在这个大前天，那么《华尔街日报》披露说，美国呢要限制这个中资对于美国的投资，也就是说呢，这个大体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中国投资高科技领域内的股份不能超过25%。当然了，这个消息被披露以后呢，引起华尔街、引起硅谷的一片这个哗然。当然了，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对美的这个投资呢在逐年的增高。那么这种投资呢，对于美国本身的发展，对于美国的就业，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那么后来呢，这个美国财政部长，这个叫做这个努姆钦，这个否认这件事儿，说这个《华尔街日报》以及彭博社的报道呢是假新闻。那么无论如何，这个就是说对于这个在贸易战当中，这个除了关税以外，那么在其他方面限制中国，这是在美国社会呢是有一定舆论的基础。那么最新的消息说呢，大概就是在这个财政部之下的这个美国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要陆续出台一些政策。那当然了，这些政策的核心呢是要保护美国的高科技。当然了，这个针对呢，就是说这不一定是针对中国了，那么可能是针对任何有可能窃取美国机密的国家。那现在呢，事态呢仍然在发展当中。那么据说呢是在本周之内就要出台这样的政策。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政策呢？那我们只能是拭目以待了。另外为大家所关注的就是这个世界杯。那么世界杯呢，截止到今天，16强呢已经这个出来了。那么在整个这个第一轮比赛当中，那么当然了很多冷门。那其实这几天最大的冷门就是卫冕冠军德国队在小组赛当中呢被淘汰。这也是这个德国队自参加世界杯比赛以来第一次在小组被淘汰，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冷门。另外呢，这个亚洲队，那么日本队表现比较出色，虽然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这个以0-1负于波兰，但还是出现了。这也是这个此次世界杯这个比赛中唯一的一支亚洲队，或者是亚洲非洲球队进入16强的这个队伍。那么非洲队呢，这个在首轮比赛当中呢也是全军覆没，包括像这个实力很强的尼日利亚也好，这个埃及也好等等。就是说那个这一次呢，他首轮比赛过后可以看到这个世界这个足球水平，欧洲和亚非之间的亚洲和非洲与欧洲或者是南美洲这个足球上的差距呢是这个非常大的。另外呢，在这个首轮比赛当中呢，一个关注点呢就是阿根廷。阿根廷呢可以讲他们是死里逃生。那么呢，在这个最后一场比赛当中呢，梅西进球了，那也为阿根廷这个进入16强呢这个奠定了基础。所以呢，这个16强的这个对阵形势呢，就是这个对阵的形势已经出来了。那究竟这个哪一些队伍
能这个进入到最后的八强。那我们从首轮比赛当中你可以看到，很难预测。这个传统的强队呢不一定很强，传统的弱队呢也不一定很弱。那这个本届世界杯这个首轮比赛呢也这个呈现了这样一种趋势，就是说不进则退，德国队就是这样。那么老牌的战车，什么德国队的意志，德国队的品质，但实际上在小组赛当中呢还是失利了。所以这个在我们观察或者欣赏当代足球的时候呢，要这个完全要有一种新的视角和新的理念来看。那凭着以往的经验，大概是很难预测这个整个这个比赛的情况。好，今天就到这儿。